小硕，送给你。啊，送给我啊。谢谢。小硕要是戴上这条领带，一定会很帅的。我们俩一起挑选的，当然会很好看。小硕，说心里话，我清楚，我这个位置是你后妈。 嫁给你爸爸，进了你们王家，做你这么大的孩子的后妈。其实，我最在乎的是看你能不能接受我。所以我就小心翼翼，有的时候我会摆出一些很高的姿态，那就是为了掩盖我内心，我紧张，我害怕，我怕你排斥我。但是我想跟你接近，对你好。 我特别希望你们幸福，我想我们是一家人。夏言，多亏了甜心，甜心跟我说了那些话，她说一家人在一起就不要有猜测。是的，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在一起付出真心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 是吧？是。阿姨，之前我有说的过了的地方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嗯？啊，不会的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我怎么会介意呢？谢谢你的领带，我很喜欢。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不是，朱老板，快给我出去！朱老板。 我这些店真的都是新做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跟你说啊，信任一旦没了就是没了啊！你赶紧给我走吧，别妨碍我做生意。周老板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真的都是新做的，我没时间搭理你，赶紧给我走啊！影响到我的客人，我跟你没完。走了，走了，滚，快滚呐！ 收下！我都……喂，哎，老周，你听我说啊，现在跟你点头哈腰陪不是的这位妇人，你知道是谁吗？小龙他妈亲妈。啊，人亲妈妈都上门跟你道歉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啊，关于生意上的该赔偿的什么什么的，我都会交代清楚的。 您怎么说怎么算？那个红包，你就收下吧。老板，拜托您收下这个红包，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好吧，好吧，以后叫着孩子做事负点责任，啊。是，谢谢，谢谢您啊。